李小龙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几年没见，你还是那个旧模样，还是那么气盛。我看你功夫长进了不少，但不知道你的武德有没有长进。那次在美国没能打败你，让我后悔这么多年。但是今天， 我们一定要分出个胜负高低。慢，比赛之前我有个小提议，我们先打一个回合，一个回合之后，如果你胜不了我，我们就停止比赛，你回你家，我回我家，各过各的生活，谁也不丢面子。要是一个回合以后你胜不了我，还要硬打下去的话， 你已经输了，这场比赛你输定了。你太想赢了，你太想战胜我。输，你是输在了心态上。你少啰嗦，怕死就不来找你了。 怎么样？说快，我比你快；说腿，我比你好。我早就说过，功夫是练的，不是说的。你少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，充大师，废话少说，换药。 这个黄皮小子，不敢画了吗？我画。
今天你死定了。你怎么不喊停？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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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！李小龙，你胜了。黄皮小子，你不是问我这是什么拳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中国武术。解拳。